白景瑞导演、姚伟主演的《金大班的最后一夜》，改编自台湾名作家白先勇的同名小说，叙述一个从花魁到迟暮的红舞女追求真爱却终究不可得的凄美故事。对于这首歌的主唱，导演与作者却各持己见。白先勇看中蔡琴的低音特色，有浓厚的沧桑感，能生动地表达出金大班的神韵，但导演却属意当红歌手邓丽君。白先勇觉得邓丽君不适合，因为她是个甜姐儿，唱不出沧桑感。两人为此坚持不下。白景瑞本想等白先勇回美国后让邓丽君主唱，但白先勇坚持不走，一直等歌曲录好才肯回美国。终于蔡琴以深情而沧桑的嗓音娓娓唱出这首《最后一夜》，成为这部电影最经典最动人的部分。